今天带你们去郊外的一间咖啡馆。这间咖啡馆有点特别，它是以 natural 天然为主，最主要的风景这边可以看到山，看到水，在这边用餐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沿途看看上面，旁边都是森林，那边有一些种植的地方，这些是这间咖啡馆最主要自己的蔬菜都是在这边种的。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。沿着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些很自然的东西，来到一间很特别的咖啡馆。很休闲的地方，来这边喝咖啡，欣赏后面的风景。后面有人在种米。很美的屋子，来到一间很特别的咖啡馆，里面的装置很美，
有一架机器烤咖啡，你看看，装饰很美。去二楼看一下，好美！那边喝咖啡也享受，看看这边的风景，这边的风景，在这边喝咖啡是最好的。